还真的上了一条啊！刚才我的同学发信息来，我以为你中鱼了。嗯，这是一条大青鱼，很长的大青鱼。收笼子了，在见证奇迹有没有啊？好像啥也没有。螃蟹是有的。啊，有螃蟹啊？真的啊？咦，哇，怎么了？得一只大螃蟹。只得一只啊？过来看看嘛，给我看看。啊。哇，真的好大呀！看看，是一只吗？就一只。哦，盐蟹，但我们放在哪呢？我有袋子。哎呀，够本了。嗯，来，我给你拿着袋子吧。不可能跑了吗？扔在水里。嗯，这个地方跑不了了，还是来得放吧。还继续放。哎，这搞一个什么鱼啊？卡瓦。卡瓦吗？这么大卡瓦就得一条螃蟹。哦，哦，好了，嗯，太着急了。你也可以摇一下手杖嘛，又没有了。反正主要是已经钓着了，所以，哎呀，你站的这个位置我拍不到。啥也没有，我钓上来的，难怪，笑死了，我没拍到，我气死我了，真的太好笑了，他也是爬的上面，还根本没吃，哎，那再钓会儿，这还能够钓螃蟹上呢，太好笑了。而且还挺大的，我的饵料搞掉了没有了，笑死了，真是的。这两只螃蟹了，螃蟹比鱼还好，有吗？没有钓，啥也没有。看嘛，我的杆子还是要。甩远一点，游水回来。拉的干净点。对呀，今天的鱼货，看看这两只螃蟹，拢了一只，我钓上了一只。哎呀，看上去离它近一点，其实还挺大的。看看这个青鱼有多长哦！哎呦，哎，等它不动了呢。哇，三十。那。有三十呢。那三十吗？嗯，整整有三十，我都说，这个青鱼是不小。回来就把螃蟹蒸了吃。螃蟹蒸多久呢？我就蒸到它变颜色就可以了，然后关火。好了，现在开吃啊！竟然还有人不喜欢吃螃蟹，说螃蟹没肉，那就我一个人 miss miss 啦。我觉得脚里面都有肉的，用牙齿咬一咬，大牙咬开，这里面就是肉，就吃里面的肉。嗯，太好吃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
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